来在舞台上面登场的也是非常多人期待的，由我们高雄阅读女鬼咖啡厅里面所组成的 Tsukumi Idol Project 首次的在我们的 FFK 的登场哦。那这第一期的成员呢，包含了 Luca Banana Kamon Haba Moe Moe Momo Mami Mojito Mojita Raipan Kanade Franz Soa 以及 Hiyari Hanami Beko Beko Jinja 跟 Ista Esta Ino Francista。 我念完了，今天也要带给我们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出，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 Tsukumi Idol you
Welcome Canada Francois， 耶！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摩一摩一摩摩摩阿萨米摩一多摩一卡，谢呢。摩一摩一 two， 耶！那大家叫我妈咪就可以喽。那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妈妈，你们那里哈南咪佩高佩高静雅。那各位兄弟们，叫我花子就可以喽。那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帕巴娜娜卡蒙帕巴。一个。接下来呢，将为主人带来连续的两首歌曲，那您准好好欣赏哦。好的，那么接下来首先呢，将由我一诺跟马美一起所带来的《乌比乌比 Middle Night》。
功。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收录在我们12月25日即将发行的新单曲的其中一首歌。接下来就为各位主们带来我们的 Belongs to me。
谢谢，来自于 TIP 的表演，哇，好精彩哦！而且呢，其实刚刚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的是啊，就是其实在后台的时候哦，这样子跟着台上一起来加油啊，去支持。然后最有趣的是，实际上台之后，刚刚还在紧张的，现在其实都不紧张了。只是我们好奇是刚刚突然大家应该在后面跳同一个舞蹈的时候，有人会跳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反应，这个可能大家觉得非常有趣。哎，我记得 TIP 没有错的话，是今年在暑假的时候才刚成立不久，对不对？对。对，所以平常的时候你们都在哪里演出啊？在。阅读咖啡厅、古董旗舰店。嗯，为什么讲的这么好像不是很重要？因为我想说，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。不会啊，有没有不知道的朋友？今天第一次看到的，太好了，你看，初次见面，这些很重要。未来的粉丝们哦，他们是来自阅读女仆咖啡非常优秀的偶像计划里面的成员哦。那其实我记得每一个礼拜都会有节目演出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在阅读女仆咖啡旗舰店呢，我们每个周末都会有特别的 live 演出。那我们每个成员每个月都会为自己准备一场个人的 live show。那也希望到时候各位主们喜欢我们的话，也可以到店里面来找我们玩哦。欢迎大家去店里面实际看到他们。其实大家都在店里面工作的哦。而且如果说你可能不是在高雄的朋友们，你也可以透过声放送的方式能够看到他们的演出。声放送是每个礼拜四的晚上8点到9点，那放送的平台是 LivePassIn。那如果主人不知道这是在哪里找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就是官网按赞，我们的粉丝页搜寻 TIP2943 就有了。那我们都会放那个公告。公告预告，好的，如果大家对他们有兴趣的话，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他们的一个消息哦。而这两天呢，其实在博尔动漫季，在我们的 B3B4 的棚台仓库区，在阅读的摊位上呢，你会在那边跟大家来见面。所以其实呢，如果喜欢他们的朋友的话，请近距离跟他们来互动。也最重要的是呢，继续来支持他们在12月即将要发行的首张的单曲哦。那这都是原创的歌曲，然后由我为所演唱的哦。那希望大家呢，也要支持一下我们在地的本土好团体。那再次用热情掌声来谢谢。TIP